早安，我是张庆玲。好，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已经开始，请收看的朋友帮我们分享、留言、按赞，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六点先开始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我们连线的是王品祥预报员。预报员，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来说，太平洋高压开始逐步增强，天气慢慢变得比较稳定一点。台湾未来今天开始到未来一周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今天来说，午后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还是不排除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一个机会，主要是前往山区活动跟近山区的平地的话，一定要留意一下今天午后天气的变化。那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各地高温炎热，普遍在33至34度。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嘉义以南到南投的近山区的跟河谷一带，还有在花莲纵谷一带，还是有局部35、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好，谢谢气象局的王品祥预报员的提醒。好，来看今天清晨最新的消息，这是香港01网站的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说中国大陆的家电龙头美的集团的创办人何享健呢，在广东的别墅昨天遭到歹徒闯入挟持，那么全家都被挟持在其中，疑似歹徒身上还带有爆裂物，何享健一家人还没有被救出，现在有数百名的警力包围了这栋在广东的别墅。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会传出，是因为何享健的儿子呢，他从旁边的河游到对岸去报警求助。不过这美的集团的内部人士则表示说，现在他们一家人都平安，详细情况等集团后续公布。美的集团方面并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何享健他们家在2020中国大陆的胡润研究院全国富豪排行榜是排名第41，他们的家产有26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7707亿元。好，来看这地震的消息，是土耳其东部发生规模 5.7 的地震。好，地震的深度非常浅，只有5公里，是一个极浅层的地震。目前知道土耳其的这起地震造成了1人丧生，18人受伤，另外至少有10栋房屋遭到毁损。这强震也导致一座军方的观测塔倒塌，造成3个人受伤。在主震之后呢，陆陆续又发生了大概10多次的余震，那么土耳其其实在多条活跃的断层线上面，是全球地震活动最频繁的国家之一。好，中华电信今天宣布携手智趣王数位科技，打造电信独家的全新数位的乐听体验，那么 iTing Ting 这个 app 如果下载的话呢，也可以收听到中广新闻网的相关节目。好，清晨6点钟10分钟早报，我们用10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好，今天的报纸其实在教育的这个新闻看到的中时联合跟自由头版全部都是这样的消息，其中联合跟中国时报头版头条关注的都是境外生有没有办法解禁来到台湾读书了。境外生返台，那么现在还没有解禁。教部长潘文忠昨天他一改过去说再讨论这样的态度，他首度对外说明了解禁的3个原则。那么3个原则就是，第一个就是暑假分批入境检疫，第二个以应届的毕业生为主，那么第三个就是开放低风险的国家优先，这3个原则，也就是不排除7月份开始就会让境外生来入境了。那么指挥中心啊，行政院方面，他们还会再开会讨论，看看教育部这边所送来的方案如何。接待境外生希望能够赶快开放回到台湾来读书，今天联合报也分析了一些境外生的看法，说现在大概至少有 4.2 万名的境外生是没有办法来到台湾就学的。像是有个香港的学生就说，现在距离暑假只剩下10天了，你教育部还在提大方向，具体的方案现在还生不出来。台湾迟迟不公布入境的时间表，所以已经有境外生他们说心死了，决定放弃回到台湾就学。也就是台湾官方再这么慢下去的话呢，我们恐怕会错失吸引境外生的生源的大好时机。
其实在国内很多的大学校方都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到我们的官方的正式公布、那么说现在还没有具体方案，大家都非常的急。虽然教育部呢有权限，但是他们权责有限，所以现在喊话的就是行政院方面应该要负起责任。好在商务人士现在已经说会有些初步的这个来到台湾的检疫时间的一些配合的方案、这个星期三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个记者会上应该就会公布详细的一个时间上的规范了。联合报今天在内页说，商务课没有松绑，国际的展览难以复活，因为往返就要花28天做隔离，这也降低了外商来到台湾参展的意愿。国内展呢暑假满档，但是国际上的像是电脑展就是持续的喊卡了。另外还有一些这台干的，他们被迫回到台湾来待业、那么在职业生涯方面也都出现了大变化，有的干脆离职回到台湾来。另外有些外派的职员因为变数太多了，所以他们计划要开始找新的工作，那么有的说只能够出不能够回来，短暂时间之内大概很难回到台湾来了。所以现在联合报的这个内页就告诉我们几个官员说，想升官想升副阁揆要做好防疫的期末考。好，现在包括了境外生跟商务客都难以入境，全部卡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如果你说防疫需要超前部署，那么以后涉及到国家竞争力的境外解封同样应该是要超前部署吧。所以他点名了包括陈时中还有经济部长沈荣津、这次都说防疫有功，那么有累积了个人的声誉，而且都在内阁改组之际出现了更上层楼的传闻。但是呢，防疫只是期中考，疫后才是期末考，如果因为政治因素或者是判断失误等导致于这解封的一个递延，错失了优秀境外生跟错失了重大的商机的话，不但会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也会损及到先前防疫有建功的这样的一个公信力哦。好，倒是看到了沈荣基呢现在说升副阁揆的呼声蛮高的，陈其迈呢他辞副阁揆之后要选高雄市的这个补选哦。那么因为沈荣基有财经强项蛮适合当副阁揆的，所以现在也说沈荣基呢是副阁揆蛮高的一个呼声的人选。中国时报今天内页则谈到了陈时中最近的仕途受阻。好，政治敏感性不足吗？在卫福部长陈时中宣布的医材的负担新的政策，就医界的反弹声浪非常的大，惊动了蔡英文总统，所以蔡总统紧急的跳出来之后，这政策就先喊卡了，就是医材的这个收费自费负担的上限的这个部分哦。这事情凸显的是陈时中虽然有防疫的专业，但是政治的敏感性不足，这也可能是陈时中仕途发展上的一个障碍。甚至今天中国时报还引用了说，短命政策显示陈时中这边顺时钟已经过去，像游盈龙就直说逆时钟方兴未艾哦，接下来可能会看到很多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好，在疫情的部分看到欧洲多国是拼要重新开放边境哦。欧洲很多国家对最近都宣布，像是15号16号就这两天呢，有条件的对欧洲国家要开放边境，包括允许国际航班的起降，扩大欧洲的内部人员的货物的往来，要提振经济哦。那么希腊这边也会有些开放的措施等等，不过其实他们都留有一手，就是说如果疫情有变化的话呢，也不排除重新会收紧他们管控的一个措施。好，倒是在疫情方面非常关注的，今天像是苹果日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在内页都关注到北京的疫情的似乎是第二度的这在卷土重来的一个情况哦。现在呢官方都说了北京进入了非常时期了，因为北京来说四天就新增了51例的新增病例哦。那么现在北京就说他们要普筛4.6万人，逢发烧必查，因为现在新的这确诊病例都是跟一个新发地的一个市场周边呢，这有关的。那么现在跟这市场有关，所以周边的社区全部都封闭了。这病毒来自于哪里呢？就中国官方说，有可能是来自于欧洲哦，是欧洲猪。总之现在呢，现在北京方面呢是严阵以待，就是不能够让这个疫情继续的扩展下去了。那么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进到北京来的呢？现在有几个可能的方向，一个就是市场污染的海产品或者是肉类带进来的病毒，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进入市场的人透过分泌物进行传播的。
好，那么境外的威胁非常大，像是这孟加拉来的班机上面就看到有17个确诊病例哦，所以昨天大陆民航局也首发了第一个熔断令，就是呢他们暂停跟孟加拉这边到广州的航点，时间达4个星期的时间哦。好，北京这边的情况大家非常的担心，台商也说现在似乎是生意恐怕跌了90%左右，像是餐饮业现在挫雷蛋了。那么北京疫情的升温现在对台湾的影响是不大的，因为我们这边跟他们这边是没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往来的情形。好，倒是在《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二题当中是提到说，川普他在西点军校的这个毕业演说的演讲，他再称病毒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好，在这个演讲当中呢，他其实那没有提到别的国家，除了提到中国，他就说这新病毒是从遥远的土地中国来到我们的这个海岸哦。那么其实在川普的谈话当中被点名提到的就是他特别提到说美国呢不是世界警察哦，他说呢我们的这个军队的职责并不是去解决很多甚至从没有听过的遥远土地上的历史冲突，所以他就说我们不是世界警察。不是世界警察这个说法呢被普遍认为是川普他重申美国的一个孤立主义。好，倒是川普的身体状况现在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他去参加西点军校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被拍到说在走下斜坡的时候好像步伐不太稳，川普呢他甚至被拍到说他连喝一杯水都拿不太稳，还有两只手握住水杯才能够勉强端起水杯来喝水，引发了外界对于他健康的一个揣测。好，他74岁生日，那么他在 Twitter 上面为自己辩驳说，我在西点军校，因为你知道那个坡很长又很滑，我绝对不能够被那些这个会假报假新闻的媒体拍到我滑倒寻我开心，所以他强调说自己是慢慢走的关系。好，最新的民调呢，盖洛普的最新民调也补充给大家，川普他的满意度只有39%，不满意度高达57%。好，在美国这边再爆发出的白人警察杀非裔男子，联合报做到头版二题的是美国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一个27岁的非裔男子呢，他是开车停在乔治亚州最大的城市亚特兰大的一间温蒂素食店的德莱素车道，结果呢他可能就睡着了，影响到了周边的交通。警方后来发现说他没有通过酒测，而且呢他抢走了电击枪就逃跑了，警方就对他开了好几枪，他被击毙之后呢现在又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大规模的示威哦，所以现在包括警察局长都已经辞职了，相关的这个开枪的员警呢也遭到法办。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是大学合并更加的松绑吗？因为教育部首度严厉公司能够合并哦，就说呢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整并的一个分析，大概在8月份就会提出相关的研究报告了。好，那么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整合资源因应少子化的冲击。还有就是台湾的口蹄疫的疫区今天最快就可以除名了，在大多数的国家都同意台湾可以从口蹄疫的疫区除名之后，最快今天或星期二就会宣布台湾成为口蹄疫的不施打疫苗的非疫区了，这代表的是台湾的猪肉也可以外销重新回到国际市场上。自由时报今天在内页谈到了国内的旅游暑假比一比，像是澎湖看涨了20%左右。另外说这国旅的补助在经费用完就会喊停了。端午节在月底的端午节连续假期，花莲的订房已经有90%满这么多了。好，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提到是千金股争大位哦，大乱斗。好，这是翔硕挤下了信华，跃居老三，那么下一步要挑战细粒的股后，准千金则以新挂牌的升家跑第一，说6000金可能只是低标而已，接下来中长线不排除会8000金的盛况都可以看得到。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生技股的市值冲兆元新高，新冠肺炎催动检测跟疫苗的需求，新药的授权报喜，三大市场规模这个星期有望都创好的一个记录，还有央行星期四开会降息的预期现在看起来升高了，那么市场预期说央行恐怕会下修今年的经济成长。
好，今天在这联合报的内页说，国民党的最大改组黄复兴党部将要转型了。那么在这个19号会提出这个改组的一个结果，会转型成退伍军人委员会。好，这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明天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中广新闻网有。